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It's Razor Pop 啦！ Hi, welcome to Razor Pop. I'm May Choon, and today we are online with Singaporean pop duo BY2 in Taiwan. Hello, BY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BY2, 我是姐姐 Nicole， 我是妹妹 Yumi。 然后 BY2 会怎样子抒发那个情绪？想念爸爸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唱歌曲的时候，对，我们就会从内心里面，然后想一些之前的事啊，或者是跟朋友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啊，然后就不知不觉会忍不住想要哭出来。对，边唱歌的时候，对，像。对啊，像说MV 里面也有一段，就是芭蕾的部分，跳芭蕾舞，然后我真的非常想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爸爸那时候小时候都会带我们去上芭蕾课，对，然后真的很想那种感觉跟那种画面，对，而且我们私底下就会聊啊，就会说很想念爸爸以前的那种感觉。对，那晚上我们都会，我都会跟姐姐说，哎，我今天感觉你们，比如说夜深人静时，对，他会忍不住想起来，边听歌边唱，对，我就像说是可以梦到他，对，跟他说，我最近在跟他聊天，啊，但是你知道，这一定要在天上，就是要跟他多讲话，就是不要只用那种祷告的方式。我相信白爸爸看到你们两个现在的成绩，一定会为你们很高兴啦。那首歌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写吗？还是很快就写出来了？那时候是我们在新加坡录音，然后刚好是凌晨都12点，突然很有灵感，想写。我们在一个晚上，就写了这首歌。对，然后就是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心，然后能够去唱这首歌，表现出来我们。第一次创作的感觉，还有心情，对。那希望大家就是像我们以后呢，就会去多多创作一些不同的歌曲，对，要跟我们林俊杰师兄学习，是吧？哦，希望你们在台湾继续加油，有一天快点回来新加坡就宣传你们的专辑。好，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It's Razor Pop 啦